录影 ，Action。过去超漂亮的，来拍鸟。这是银柳，你看，里面有房子吗？这银柳，银柳可以长成这样子哦。姐姐，你看银柳树，哎，对不对？这真的是银柳吗？对呀，你看那个毛毛球啊，就是银柳啊。对呢。哦，这银柳这么大颗。这银柳这么大，就是你要黄色的，它可以这么大。嗯，那我们也种一颗啊。Kino Ko。三二，你看，哇，明明人这么多。妹妹，手放开。好了，小朋友。哇，我看这里超级漂亮，都给我拍起来超级漂亮。三。三二，小胡来看我。三二二二二，好。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？飞走。哇，来，妈妈那里，妈妈那里，老地方，快点！你可以帮我找一下。快点，妈妈那里老地方。三，三，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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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现在的位置是蜂蜜屋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捡蜂蜜。是啊，这回去可以炒菜吗？炒枫叶。你要捡回家吗？你看你后面其实很漂亮，有没有？然后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捡绿色。你觉得很漂亮比较重要，还是捡绿色比较重要？是啊。好，来，妈咪，妈咪过去去拍照，妈妈过去来。帽子可以考虑哦哟。
来啦，三二。小朋友，两点了，要去攀岩了。来，小欧看我。下，三，二。